陈理事长，咱大同区理事长、联合会长王清标王理事长，咱敬爱的副会长高大陆高副会长，呀，咱的阿德未来中山区新生里的理事长吼，我最敬爱各位林港里的乡亲士大，少年朋友大家晚安，我是长期受恁栽培疼痛的王世坚阿坚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不管今日吼偌济行程，偌济服务案件，我搁较远、搁较暗，嘛一定爱赶倒转来咱林港里，因为林港里对我有上界大的温情。各位兄弟，足济年来，恁予我最大的温暖，恁予我上界济支持。伫七年前，立委落选了后，我无任何的公职，咱林港里。同款，恁提供我所在，让我会当继续伫这条政治路。尤其四年前选举的时阵，恁同款阁给我机会，让我会当阁再站出来，来为咱台湾人讲淡薄仔话，做淡薄仔代志。这点是我一生最大的光荣。呀，洪雄理事长甲在场这三位理事长吼，伫咱地方拢是上界得到。疼痛，因为做人拢一百分，呀，我真荣幸会当甲洪雄理事长、甲洪雄的妈妈阿婶姨啊，甲因全家成做足好的朋友，啊，我嘛足欢喜会当追随洪雄，获得咱林港里所有乡亲恁这么大的鼓励甲支持，所以我再一次甲大家保证，我一定。高品质的文件，我一定巩固咱的监督来报答恁对我的栽培甲疼痛。啊，若简单讲，就是林港里的代志，就是洪雄里长的代志，就是我王世坚的代志，好唔好？好唔好？啊，各位父老兄弟，我服务处的地址、电话拢无变。咱大同区这边，就伫咱巷仔口，就伫里长办公室边啊。咱九段街158号，啊，若中山区就伫中村路107号，吉林国小的正对面。或者你电话一控数甲卡，讲要找王世坚，拢问会到我的电话。啊，各位兄弟，如果拄到任何的委屈，你做你免客气，不管是甲我指教，甲我请教，我再一次感谢各位父老兄弟，同时我祝大家永远。健康、快乐、平安，感谢您哦，谢谢，谢谢。